前鲜豆腐脑儿。哎，美女。哦，卖什么呢？豆腐脑啊。豆腐脑。对。前鲜豆腐脑。哇，前鲜豆腐脑很出名啊。对，很出名。来一碗吧。好吃不？那肯定好吃嘛。我看这个，爷这个好吃不？啊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那啥嘛，多少钱一碗？多少钱一碗？五米嘛。五米。嗯。五米啥意思？5块钱。五块钱。对。那五块就五块嘛，还五米。嗯，那啥。来一碗吧。你能不能笑一下？啊？能不能笑一下？你要豆腐脑就要豆腐脑，你还要我笑一下？笑一下好好吃一点嘛？哦，不是，笑一下你好看一点。吃一点。啊，那给我来个。来一碗。不是3块嘛？他们都吃的。那咱有3块的，有5块的吗？啊，那你给我来个5块的。对啊，你帅哥肯定吃5块的嘛，对吧？哦，这是1块、2块、3块。对。越往也少了。一勺就是1块嘛，4块、5块，再来一点嘛。你看这碗都没装满吗？那5块5勺嘛，那给你再加一点。啊，对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再调一下哈。给你调一下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料汁。大料水。哦，大料水。嗯。不好吃，不好吃，我们。给钱哦。好。哇，够了。来，帅哥，尝一下。这就好了。啊，好了呀。有辣椒没？哦，你能吃辣椒啊？这没辣椒怎么吃吗？我还以为你吃不了辣椒呢。可以吃呢。我给你放点。来，放点。这个哇，香啊，这个辣子。那肯定的嘛。哇，放这么多，辣不辣？不辣，不辣。真的不辣？不辣。辣了怎么办？不辣，真不辣，你尝一下。那我尝一下啊。啊，辣了我不收你钱。好，你尝一下，可好吃了。好嘞，啊，我尝一口啊。啊。嗯，还可以。嗯，好香啊爷，这好好吃啊。我就说好吃吧，辣不辣？不辣，很香。那肯定的嘛。把你这辣子再给我来一点嘛，来。再给你来一点。对，把你辣子再给我来一点。你还喜欢吃辣椒啊？好吃吗？那辣子看起放这么多，但是它那个啥，香而不辣的口感哦。对，就是我们自己碾的辣子，肯定香嘛。嗯，好了。弄完豆腐脑。啊。哎，美女。啊。人家豆腐脑不是有香菜吗？这有香菜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这全鲜豆腐脑没香菜。没有香菜。现在豆腐脑有香菜。全鲜豆腐脑没香菜。嗯。你确定没香菜？没有香菜，鲜豆腐脑才有香菜呢。我们前线豆腐脑没有香菜。为啥前线豆腐脑没有香菜呢？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哦，还是啊，那确实好吃啊，辣椒香的很。嗯，哎，美女，啊，你这豆腐脑太好吃了，可不可以这个加一点可以吗？加点啥呀？加点豆腐脑啊。啊？啊？给你加还有加料。那我给你加1块钱呢。还要钱啊？那肯定的嘛。那就加2块钱的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。太好吃了。你真的不爱笑吗？你笑笑一下嘛。你看你笑起来好看一点。你买个豆腐脑你还让我笑一下。这就1块钱的。对啊，你不有2块吗？来。好。好。哎，美女，你这豆腐脑咋这么好吃这么香啊？啊。好吃吧。真的，你这豆腐脑咋。太香了，28年来吃的最好吃的豆腐脑，是吧？嗯，我们辣椒用的好吗？什么辣椒？就十碾子碾的辣椒呀，我们自己碾的辣椒。哪一种啊？就这种啊，给你看一下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碾的做出来的。哦，泼的油泼辣子哈。对，怪不得这么好吃。哎，辣子好，它才香。哎，美女。啊。哎，你刚说是这个辣椒怎么做的？你这个油泼辣子就是十碾子碾的呀。什么是十碾子？你不是十碾子你没见过？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吧。那可以吗？我们这后面就有呢。真的？对呀，啊，我带你去看呀。走，好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正宗的陕西秦椒十碾辣椒面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十碾辣椒面低温碾制，保留秦椒的原香原味啊。你看三过去这辣子好不好？美的很，是不是啊？十碾辣子。大家注意看哈，你看
这个辣子好不好？咋样？可以啊，怪不得你这个这油泼辣子搞得这个豆腐脑这么香，这么好吃。那肯定。原来是十年的年的。哎，你这辣椒面卖不卖？你想要啊？对啊。那你想要的话，直接点击屏幕下方小黄车就能抢到呀。哦，下方购物车哈。对，在购物车一斤到手，这么大两袋。这么大两袋。你现在去抢的话，还给你送一袋芝麻呢。真的？你当然呀，你点进去看。就你这个十年辣椒面破出来就是这个。破出来一模一样的。哇，那太给力了啊。对，你自己去抢。好，那我就吃完，吃完就去。可以。啊。你快吃。好。